两臂。唐太君，你抓紧我。叶行翁，你傻了吗？跑来找死？我不能让你死。这个锁妖阵岂不就是守株待兔？若是兔子不来，再等一万年也抓不到。去，二小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被刚才这只鸟吓了一跳。我觉得你要是不告诉他们妖怪在哪儿，他们等到天亮也等不到。没想到叶希雾这个女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却怕鸟。你离她远一些吧。好吧，这个女人平日里凶神恶煞，居然还怕我。夜晚真是最好的时刻，我闻到了，就在那里，就是它，从未有过的香甜，一定能种出这世间最美的胭脂花。居然有逍遥宗的人在这里，要小心了。那是什么？太上之令，这回书也，玄帆覆昧，天地肃清，收。六殿下，这不就抓到了吗？不好，这黑雾是障眼法，是声东击西。那是唐太监的房间。这样便认不出来了，得想个办法把这纸条塞给萧凌。英雄且让他去找，我不能再引起叶希雾的怀疑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人，你一定可以为我种出最美的胭脂花。风铃开弓，紫衣玄雷，劈！不自量力！唐太君，你抓紧我！叶希望，你傻了吗？跑来找死？我不能让你死！好一对痴情眷侣，那就一起吧。二小姐。